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开始学习西方，因此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、社会习俗全盘吸收，基本就是囫囵吞枣的学习。因此这个留意左胡子也是学习西方的。比如在纪录片中经常看到希特勒会留这样的胡子。那么这样的胡子又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这个胡子它是有名字的，叫做卫生胡，防止人们在吃饭的时候胡须太长，影响吃饭时间的卫生，就把两边剃光，只在人中这位置留一撮小胡子。据说当初希特勒就留这样的胡子，他以这样的形象第一次出席在公众面前，人们都说这样不好，要留就要留长一点。希特勒说了，如果现在不流行，以后就会因为我流行了。一语成谶，现在这样的胡须都被看作是法西斯分子的象征。在战争中，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么日本人一言不合就剖腹，似乎剖腹是一项光宗耀祖的事情，但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是人，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，也怕死呀。因此日本天皇为了鼓励他们为日本献身，就效仿希特勒，少校及其以上的军官可以留这样的胡子。这样如果在战争中遇到危险，留这样胡子的人可以获得优先抢救的权利。但是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，你们日本兵容易找到领导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呀。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我们也懂，所以这个胡子就变成了战场上最好的标志。谁留这种胡子，我们就专门打谁。这种胡子之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它是脸谱化的东西，日本人觉得它有震慑的作用，但是对于被震慑的人来说，就是狰狞恐怖的代表。您觉得呢？